这个五个 acre 真的是很大，如果要跑的话，真的是跑到脚都暖。哦，你看它非常的方便，而且进出入口它已经是那些柏油路，而不是那些烂路哈、烂泥路没有哈。所以这个厂你可以看得到，所有都是做了一些 tar road， 然后一些 concrete 的一些flooring。身后这两座呢，这个五个 acre 的工业地也是包括有两座这么大的一个厂房，哦，也是建设的很蛮新的。隔壁这个空地里面呢，所以你可以看得到，哦，它也是做了一些屋顶上的一些架构。那现在你看得到这一个左手边的都是关于 staff 他们可以的一些宿舍。那我现在走这的范围就是那个店房。那在我身后呢，就是这一个店房。那这个店房里面，它已经有1000个 M 的这个电力给提供。所以如果今天你是坐着比较需要用很大电的，这个已经省了很多的申请的程序上，或者是一些的 costing。看到吗？这个是1000 M 的，来靠近点给大家看一看。你看它的水源哦，其实你不用提供不用用政府水都可以，因为这个地主已经做了。而它的是地水，哦，有些人叫井水。那它的地水呢，最少有300尺深的。所以你看，前面那个就是它到地那边300尺深，然后它的水是2寸，哦，2寸是非常有那个水力非常的大的。所以这个储水这个当地 water tank 也是很大，这个 water tank 就等于一个我们的公寓的一个 water tank 这样大。好，所以哇，今天太阳特别的晒。还好啊，阳光普照，阳光普照，哦，所以，如果你在找这个大厂，或者是要把你的业务给扩充的话呢，这个会是你首选，因为怎样说呢？因为它已经所有的设备都做得很完善，非常的完善，包括路灯、沟渠、电力全部已经做得很完善，所以非常的值得。那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详情，或者是你要打算来看一看这个那么美的、这么好用的这一块工业地呢，那你可以拨打给我的电话号码，那我会很荣幸的去带你来看一看这片美的这个工业地。